基本上就是这样坑，然后或是这样啊，好刺激，等一下啊，哦，不要这样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不能太大声的地方，我们现在人在一个室内环境、那今天我们特别来到这边，算是要帮你做一个全身性的算放福利啦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吗？不是，因为你最近骑车就骑一骑，然后动不动说脚抽筋，然后不然就是怎么上坡骑不动说屁股很痛。今天我特别带你来这边是酸痛猎人，有听过这名字吗？刚刚听到就是要把酸痛打猎走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这边算放福利，全身的给他放松一下。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登场。哎，各位好 ，Hello Martin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平常有在骑车，然后运动、但是可能需求会不太一样。那你等一下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放松的一个套餐？等一下的话，我们会用我们的最经典的猎，那是一个客制化的课程。那对于两位量身定制的，我会看依照你们的身体的状况，然后去做一个调整。OK， 也不用恐怖啦，其实就是尽量的释放而已。哇，我开始流汗，尽情的打猎，开始汗颜。那所以这一个小时的过程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扛，然后或是这样这样，是会这么没有到那么暴力啦，但是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。好紧张哦，好怕我们等一下那个全部都是我们的叫声OK， 我们准备来进行一个调整。那老师，你现在看我有什么很大问题吗？其实你全身的状况问题还蛮多的，不是只有看起来很 OK 吗？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好。好，那对你说你很 OK， 那我们就用你刚才那只手。OK， 来，我轻轻的拨一下。我没有眼。好，我收回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就是整个全方位的拉伸。OK， 就比较偏向你期待的运动按摩这一块，但是我们还是会融合我们整个客制化调理的列在里面。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调理环节喽。动手。首先，你们很好奇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套称之为太极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它是以柔克刚吗？其实不是以柔克刚，而是刚柔并济。哦，为什么我会结合整个太极的流程？因为太极其实自古以来它就是强身健体用的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不会马上到你的极限位，而是慢慢的一步一步，慢慢的让你可以适应。OK， 所以那我们开始喽。好，所以会先没那么痛，越来越痛。没错，首先我们先让你尝试一下我们的整个拉伸，但是这是比较偏向于太极的方式。有没有觉得你的人三头肌比较紧了？哦，就一个突然的，有感觉松一点，因为原本其实我自己的背上背就都会觉得被就是好像拉住，所以我很常要这样去伸展，要这样做一个伸展，然后是想办法这样咔，但现在稍微比较轻松一点，没有那种紧绷、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喽。好刺！等一下，太痒，太痒又刺又痒。这动作真的是很像打太极。这是一个圆，画一个西瓜，火一半。但是你会觉得拉伸到的感觉，对吧？有，越来越开了。平常应该有算稍微保养一点点。有，平常有拉筋有差。但是呢，其实很多细微的状况啊，因为我们通常在保养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办法去做到一些大面积的肌肉的放松。对。但是其实这种细锁，那种比较细锁的一些肌肉比较难去做到释放。这边也会比较酸哦，要忍耐一下哦。好痛啊！太酸了哈、哇，这整条真的是。我发现呢、因为你平常运动的时候，其实你都会用这边去做支撑。对，我的惯用脚是左脚。好，我们刚才前面的环节结束了哈，现在我们要进入背面的环节喽。那我们刚才讲过，我们背面的环节其实拉筋也是蛮重多的哈。我们一开始先从手部开始哦。好。从心图
我现在的脸有没有看起来一副就是好像刚睡醒？我觉得整个调整完真的是差蛮多，就是在我觉得本来很紧的地方，其实都有就是被拉开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就整个过程下来真的是舒坦很多，就整个觉得身体非常轻松。我自己觉得最有感的地方就是上半身，因为我觉得平常根本不会注意就是手臂啊这些地方或胸大肌，但其实这可能是工作上就是隐约造成的。然后按的时候超痛，但是真的按完放松之后，就整个胸口这边觉得活动度好很多，也不会觉得背一直有那种很紧的感觉。看到刚刚前面的调整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就是这边叫那大小声的、没有，那叫自然的舒压声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应该我还好，你还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来挑战一下吧。那我们等一下一样是帮你做一个客制化的调整，只是你的状况是比较深层一点的，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我们的天母逢底锁。好，那主要来讲的话，我们现在要先放松到你的整个胸大肌为主，然后接下来是腹直肌，慢慢的坐下来到腿部。但是途中的状况来讲的话，因为你的整个胸大肌跟背部的状况，平常有骑车嘛，所以你会是一个拱的状态，所以你的整个肩胛到你的整个胸大肌的部分都是比较紧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先感受一下，这是你现在紧实的感觉。我还没出力，我没有演，好痒啊！来，手帮我放松，慢慢的。你这神经啊！要慢慢的放松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真的会比较痛哦，忍耐一下哈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大小圆肌这一块给放掉哈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淋巴虫的关系，所以呢。对它的整个痛苦的程度会比较大一点。啊，会不会失禁？当然我笑了。我是关心你。啊！这个应该是痛到静音。你要呼吸器吗？我现在真的很松，我连我要讲什么都忘记了，就是觉得这边好像真的变得比较轻一点。哦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不要讲。给你一个观念哈，其实人呢、不是车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。我们的手痛，我们其实就会去说啊，按摩啊，我们就着重在手上面就好了。有的时候其实因为你的整个手的关系，但实际上它已经牵扯到你的腹部了，甚至它已经牵扯到你的腿部了。所以在我们释放的过程中，我不可能说啊，你的肩膀来，你就肩膀很紧，我就帮你释放你的肩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找到根源的，对。对，其实要先把根源给弄好，你才有办法觉得真正的释放，真正的舒服。哦，就像说好，你这边这个紧度是不是你平常骑车的时候手会撑比较大力？对啊，这其实就是跟你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。因为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酸痛的产生啊，就跟我们一开始适应新环境啊，或者说工作的表现有关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好像真的平常那个两只手撑在上面，不管是打电脑还是骑脚踏车，就是。撑太久了，姿势可能不太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按着叫是什么声音啊？那流这么多汗干嘛？很痛啊！我那姿势不良，所以那会不会跟我们上一次那个惩罚有关系？哪一个惩罚？就是你手跟脚加在 TX 上，然后。我觉得那个影响很大。我们的用力嘛，我们会整个往下面收张，慢慢的把你的整个肌群往下带。所以，然后这一块会特别酸。啊！你去，那电到。全身跳怎么跳？啊！可是我这边会这样按很痛，是正常。其实正常的，因为平常啊，你的整个用力其实都会习惯性用肚子在发力，所以你会发现你平常很容易挺肚子，有没有发现？
OK， 放轻松。好，现在我要先把你的整个骨盆放下来，然后骨盆位置有偏掉。你会发现你平常啊，你的整个重心会偏向这边会比较多。对，你的坐姿。所以其实啊，刚刚啊，你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哎，你的重心会往这边偏。哦，接下来会比较酸哦，因为你骑车的关系吼，整个股四头外侧这边全部都已经比较紧缩。啊！这边压力真的比较高吼，来放轻松，换个方式。哦，更酸了吼。屁股有在练哦，这个夹腿。快浮在空中了。那手指在干嘛？不要只想了。哎，我已经来到你最期待的地方哎。这是什么？这边就到肾了。哦，有哎。我觉得不是按的地方最有感觉，是下面一点地方，突然有个地方有一点刺刺的。哪里刺刺的？刺刺的。哪里刺刺的？就是没有啊，是真的有刺啊。什么东西？哎，不要那边刺，是什么东西？真的有刺。OK， 放松，再放松。又痒又痛啊！哎，这个气话可以吧？一开始觉得你是骗我来受苦，然后按完之后就直接上天堂。没有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感谢，就是 Martin 帮我们，真的是哇，太爽了！那真的是蛮，就是我觉得有感的啦，整个放松。接下来应该可以再操个几个月了吧？再操三个月也可以。那你刚刚在还要操啊？按我们的过程有觉得？哪些地方是我们两个比较不一样嘛？或手法上有欸，因为这样说你的话是偏向于伸展为主，因为你的整个肌肉的结构状态来讲的话是比较密集的。OK， 对，那对于新手来说的话，它其实是不平衡的，所以两边的整个调整模式也不同。对，但是唯一的一样就是最后会把你调到你们现在最适合的状态。OK， 我以为唯一的一样就一直叫，真的很痛。我叫不要大声，我已经尽量在控制，其实我都已经到你们觉得不行的程度，我就放掉了。OK， 我觉得这个很舒服啦。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来体验的话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是承德路上，然后这边是酸痛猎人，可以 Google 这边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选下方资讯栏，只要在下方输入关键字“酸痛猎人”，瞄准你的痛点，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。那这个抽奖呢，我们会抽出五位的观众，可以来现场，就是体验我们刚刚做的这样的一连串，真的是连调整，最后到拔罐，直接伤到睡着。哎，他还打呼哎。好了，赶紧留言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。那我们即将抽出五位观众，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免费的体验活动。那这个免费体验就是像我们刚刚这样，直接躺着来一节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到时候的详细抽奖资讯也会在下方公布。感谢这次就是 Martin 帮我们做了这么完整的这个放松，真的是非常舒服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片超过这边结束哦。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我是天母冯迪索，哎，我是酸痛猎人马丁。耶，我们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。那刚刚调整完之后呢，其实像哲瑞的问题啊，他其实出于腰部比较多。那在他因为平常运动的习惯来讲的话，其实对于他的腰跟他的整个肩膀损害啊，跟他的那个压力值比较高一点，所以这些其实都会容易造成说对于运动家来讲的话，其实比较多的一个压力累积。那我对他调理的做法，整个调整完之后，其实他整个身体是整个放松下来的，那也会比较舒服。天母冯迪索这一块呢，其实他的状况也是肩膀，因为其实可能算是运动新手吧，你整个腿部的压力啊，跟他的整个肌肉的平衡度其实没有到那么的理想，使用上来讲没有像哲瑞一样用的那么出色，即使是行家他还是会有一些伤害在，更别说新手了。好，那 大致上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调理过程就是依照他们的需要去做一个调整，所以大家其实会看到说他们的一个
呈现的状态也不同，大概是这样子。